在日本的鼓动下，参与建立满洲国的中国人，当时都做了什么？一到两月二十八日，奉天全省代表一千余人召开建国促进大会，为满洲国政府编《满洲建国十年史》插页原书无页码。二日本策划组织到关东军司令部请愿。 的蒙古上层人物和藏传佛教僧侣代表，《日支事变写真帖》第二卷第六十六页。三、日伪强令奉天城内民众为庆祝建国促进大会进行舞龙舞狮表演，《日支事变写真帖》第二卷第六十三页。四、伪满洲国建国宣言全文，伪满皇宫博物院收藏。 五参加建国会议的四巨头：左起，西洽、张景惠、张世义、马占山。东京国际情报社编《世界画报》第八卷第四号，满洲上海事变号第五集，一九三二年四月版。六到一千九百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下午二时许，溥仪与郑孝胥父子等人登上日舰“淡路文号。 偷渡白河，去往东北。李文达主编《人龙人》第六十一页，七到一千九百三十二年三月八日上午七时三十分，溥仪夫妇离开汤岗子，对翠阁前往长春，伪满皇宫博物院提供。八到一千九百三十二年三月八日，溥仪夫妇在日本特务的监护下走出站台，别测一亿人的昭和时。 一满洲事变前后，第二百四十六页。九到一千九百三十二年三月九日，满洲国执政就任是开罗，执政府外道路两旁站着很多满族的遗老一少。东京国际情报社编《世界画报》第八卷第五号《满洲上海事变》号第六集，一九三二年五月版十。時 溥仪由临时住所进入执政就任式现场。东京国际情报社编《世界画报》第八卷第五号，满洲上海事变号第六集。